来，Hello，大家好，我翔老师。今天的话来看一下后面。我们今天的话是在五星商城，然后我刚刚是戴着口罩的啊，只是为了跟大家更亲切一点，所以我把口罩拿了。全民抗疫，人人有责，是吧？那边好多志愿者拿的。对，今天的话又全员核酸瑞丽，然后我们暂时也被困在这了。然后今天的话啊，哥哥们啊，我带大家去看一家，就是他家的料子的话都是缅甸过来的。然后性价比的话也比较高的一家啊，我们去看一下。就之前我不是说了吗？在线上看人家切料子发料子也是看得想自己切一切。然后今天的话我们就去看一下有没有合适的切两块玩玩。走。五星商城我可比你熟啊！我去年隔离的时候就在这边的六栋。有故事啊！那时候翡翠都关完了。那这边的话都是做翡翠的，我可以看一下。以前的话要更热闹，现在的话还没那么热闹。不错了，已经比去年好多了，是吧？就这家，来走。Hello 哥。Hello。好久不见。哦，你好。我终于又从腾冲回来了。是。今天的话，来看一下料子。随便看。好的，那我选一下你选，你看看哪个？有没有那种？我想要玩刺激点的。吃几点的？我自己找一下吧。自己找吧。你看窗的那种。自己找吧哪个满意？整哪个啊？整哪个？一边挑。一边看。有开窗了吗？用蓝色的概率不打这块，也就玩这里了。那这一块的话就是蓝色的概率不打，也就。这也能库存吗？知道我为什么这样说吗？因为他全身上的话，其他地方没啥表现，因为他已经刷过了，是吧？那咱们再看一下其他的。你刚吃饭是吧，哥？你家辣子有点辣哦，进来就有点还可以吧，呛鼻子。你别咳嗽，等会儿被抓进去哦。不会，都是开窗的，我找一下。找吧。胡子帮我拿下包。哎，好嘞。整一块差不多的，我们拿去切一切，玩一玩。那边那一坨不是全部吗？都是。哪一块？这一坨。这一坨吗？对啊。这一块的话是一个会卡，然后这种青蛙皮的话不推荐大家去玩，从它皮革来看，可能裂会比较多，知道吗？但是它皮薄肉细水头长，这也是它的优点。不可磨灭啊！咱们看一下，这个料子你看胡子，照顾他的，赶紧切，漂亮吧？来，我推销给你看一下，看到没有？绿的，可以啊，3500，那种料子的话买不得啊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对啊，你看这个面好平整，你没发现吗？这个料子的话可能是已经切过一次。真的假的？真的已经切过这一个面了，哪有料子长那么平整的，扣不掉。这儿它这不是做上去的假皮，它只是打磨了一下，你懂不懂？这种料子的话就是欺骗新手玩家了啊，新手会喜欢，新手看表现嘛，是不是？鸭蛋水头那么长，但这个料子的话它总不够啊，你看这个纸是吧，这种抛光起不了货的，简单讲是。看这里有块，这个皮肤的话比较油腻，抬不动啊，这是重啊，这是最小这一块，这一块的话就比较舒服了。众多千数的料子，你就挑中一个外数是吧？你不是真新冠了吗？它贵可能有它贵的道理，不是新冠，再辣就好了。这块料子啊，胡子，你看远远的啊，我这样灯远光的话，你可以看得到它这一片啊，都是一些味精粉吧，看到没有？房间太小，我有点施展不开。味精粉吧，这块料子的话可以啊，咱们可以玩一玩。皮壳的话也是比较漂亮的，到时候咱们打点水看研究一下这一块。要不就它吧，我感觉这个实心也比较漂亮。就不能省点钱，非要挑个外数的。
那它贵肯定有它贵的道理，是不是？我切一个200块的，切它啥也没有，哥哥们愿意看吗？当然不愿意啊！你看这种料子，3500，我切出来有籽有绿，说哇哥，这个色好漂亮，有意思吗？这做不了东西，没意思。这个3000多交给我来吧。哎，满足一下哥哥们，就是怎么说呢？啊，一条龙是吧？把切开的视频，然后啊加工的那一个视频，然后最后成品给大家展示一下，是吧？这个料子还不错啊，看到没？就它了。你手上的咋样啊？手，你手抓的那个咋样？它圈了一下有表现的地方，但我压的没表现啊。像这一块的话，你看它其实也是切过的一个面，走过的。这皮是磨掉的。哪有料子有那么平的、嗯？已经切过一刀，然后又打了个花叉。那个粉色的是啥呀？哇、哦，这个就有点东西了。哇、嗯。哦哦，我都不知道这是啥，但它一定是翡翠，然后一定是新产。我看到掉渣了，看到没有？我的手都掉渣。出去手吧。是这个哥老说的，其实他这些料子的话啊，大家来选料啊，大家都是知道的，是吧？他也不会去骗你什么的，嗯、你喜欢什么你拿什么。来看保险柜。可以看吗哥？可以。好。我找个惊艳你的啊，猴子。嗯，我们看多惊艳。里面那坨小小的是啥呀？小色料一个。嗯。给你看一看。又是色料，又是色料，我的妈呀！那块我拿的也是色料，我看到开窗面了，但不知道色怎么样，我压灯看一下。来，你看一下。嗯。这一个色是吧？这一块明显就比那个水灵多了，对不对？哇塞，界面已经出来了啊！这一块都可以做界面。哥哥们，这个的话，这里一个界面马鞍界啊，这个是长条，大家看得到形状。来，我随便一点灯光进去，看到没有？嗯。哇，这个水藤你看、嗯、可以哦，这一块一个界面，两个小，一个小的，一个大的，三个界面，然后这里还有一个，看到没有，这里还有一个，四个界面，这个感觉就让我有点想起来周哥那块、哦、多少价格更心动啊，75这一块 这个的话拿去直接盘界面，净度以及它的一个绿度，然后还有它的水头都是相当漂亮啊，这一块哇塞，哇这个必须打包带走。哥，嗯，这一块，这块是吧？对，还有一块。嗯，一块的话我给你看一下。这块重的，中意的是吧？嗯，相当中意、嗯。这个呢？你要不？嗯。哪一个？这个你要不？这一对比，这个还20来万，是不是？哦、拿那一个不是更舒服？好嘞。75四个界面。那哥，这个你能不能少点？我还要一块，这一块黑料的。咱也知道，其实我也是玩翡翠的，是吧？啊，我也知道是个什么价格。我们这里都是实实在在的。嗯。是吧？我知道哥。再讲价就没意思的，是吧？嗯。少。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听见吗？哥。嗯。多多少少让我一点，然后这个的话你也知道，价格70多万，是不是大价位的嘛？这个其实不贵的了。我也知道不贵，其实，但是你多少让我一点心里舒服。不砍价的翡翠是没有灵魂的，哥。对，主要是这个原因，你知道吧？这个的话，界面色的确漂亮啊，咱们也不贬，是吧？有一说一啊，实实在在讲。哥，你不要价，我们也不砍价，对不对？这一块的话，我看了一下，我主要是喜欢这个皮壳，它这个味精粉嘛，是吧？嗯嗯。然后这块料子多的不说，哥，让了3000块，不要4.3了，直接4万。好的，四季发财嘛，啊，可以，没问题，行行行，这个没问题，谢谢哥。那杨老师，那这一块要好好谈一下，开始，这个我慢慢谈呢，慢谈吧，慢慢谈可以哥。嗯，这个的话你最低多少能出？这个，对，不要70，最低，最低的吧，斤斤不落嘞，看来我们没以。老师的份上吧，啊，
整座可不可以？整座七十。嗯，可。吉利点吗？六十八吗？我觉得哥是高爽快啊，还不爽快吗？你再让我两万哥，直接六十八，吉利数字，吉利点吗？六十八。我已经看到米老师面上，我让你一个整数了，六十八，六十八哥，你再让两万，没事。六六八。怎么新年嘛？对呀，大新年呢，对不对？哎呀，哇！爽快老板大气发大财。谢谢哥，哎行，那这个的话，一会儿的话，加那个银行卡给我一下，直接给你转过去。好嘞，哎行，没问题。哇塞，胡子来，咱们好好欣赏一下这一块了。求艺。来，灯下不关色是不是？来，你出来看一下这个。哎，好嘞。可以出来看。这个色它够正吧？嗯，是吧，哥哥们？这个色的确啊，真的是一个高色。水的话，真的是这个的话，可以称之为一个冰洋绿至上啊，冰洋绿至上。咱们看一下它的一个色，好好啊。这个水头是真的漂亮。跟个绿玻璃似的。我跟大家说了，这里有条裂嘛，咱们不管它，这里有条裂嘛，这里是一个马鞍界，对不对？而这里的话做个小界面，这里又是一个界面，这里又可以抠。而这里的话，其他下面的话也有机会去搏嘛。看得到的，对不对？不止一个界面了吧？那边你拿手指比一下。这个不是不是所有料子都可以拿去做界面，也不是所有的料子的界面的话做出来都是品质高的。但是这一块它做出来的界面绝对是品质到位啊，哥哥们，来你们看一下，这个色见光就吸，看到没有？哇塞！后期让胡子拍两张啊漂亮的图片给大家好好看一下这个色。啊，行吧，胡子，那咱们废话不多说，把那块料子拿去切了吧。嗯，好。手痒。走。哎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力羊。然后咱们来先研究一下这个料子啊。啊，现在的话，我们过来师傅这里了，准备让师傅帮忙切一下。这个料子的话是吧？其实它全身的话我都看过了，没有任何表现啊。话说是不是那一句话，没有表现就是最好的表现。那这个皮壳以及它这个坠手感的话是非常的足，所以的话这块料子它绝对是有东西的，是吧？你不可能切块砖头出来。我想要冰武级的手镯、啊。那我看一下，这个有机会啊，黑皮壳嘛，要么就起飞，要么就冰武级啊，乌鸡，冰武级都是稀有的。冰武级我两万买了，好吧。行。帅哥，这个料子的话对半切吧。好的。帮我保个手镯位。行，来，咱们就。等一下哈，等他把它装一下。哇、嗯、哦，你过来可以拍着一点。我好久没有听到你的料子有这种声音了，是吧？一会儿就给他来一句俗话。到底啥样？一会儿他就知道了。你是怀孕了吗？为什么有肚子了？你普通，我寄了个皮蛋。哦，对不起，帮观众朋友们问一下。小羊的腰真的是开玩笑。怎么回事？可以了，来跳，就这样。我瞄一眼。嗯。好。那句话什么来着？机器一响，黄金万两啊，哥哥们。来，咱们等个半个小时左右的话，一般就好了。来，我们等一下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老师。我们溜了一圈，吃了个饭，然后天都黑了，然后也切好了。来，我们看一下。老板说他都没帮我动，也没人来切料啊，就给我放着。怎么没有那种雾气腾腾的感觉？有啊。哦，我的手又脏了，哦、明给你们。没拍出来。拉得动吗，大力羊啊？嗯，那不得拉得动吗？啥呀？完了，我的手电筒我拿不了，我也不知道是啥呀。来，咱们来看一下。哇，你过来看胡子。咋的？哇，这个料子意料之外呀。啥呀？我能想到黑皮壳料子的话，它种水是吧？它的种够了，是那个浓情底可以看得到啊。虽然没压针，你过来一点，你过来，你过来。浓情底来这，哎呀，浓情底下必泛白啊！没泛啊，这一块它爆紫了，这里、啊、你拍得出来吗？哦，另外黑眼可见，对，这里的话是紫色，看到没有？我是像太晚上太黑了，我光了。看一下这一块，
呀，好多油，哎呀，哦，这块看得清楚一点啊，看得到了吗？那个这个字看到了，哎，这个字看到了，啊，可以啊，这个料子没什么大力啊，我磨完机也能出紫色的，这是墨西哥磨完机，对，是磨完机，磨完机这里有紫，这里有紫，看到没有？啊，看得清吗？啊，可能看清，两块料子的话基本差不多啊，随便拿一块先给哥哥们讲一下，那块咱们一会儿再给它卸下来，看到没有？但这个纸上的话看得到有小条细裂，我去冲一个手拿针给大家看一下。好嘞，来过来，咱们来看一下，两块一起看一下。哇塞，还有油啊，上面没关系，咱们先看一下。哇，有手镯胡子，刚好可以把这个紫色给利用上，哎，还有点三彩嘞，紫色是吧，还有一点点，然后呢这边还有浓琴，还有一个琴底，还是比较漂亮的，双彩啊，双彩就带紫的那一种，还要带绿。大牌子的话想要多少有多少，靠近边上的地方的话浓琴更浓啊，浓琴化色啊，这里有一点看到没有，这些地方的话就适合车一个珠子啊什么的，都是很漂亮的，做牌子的话也可以。磨完机啊，种的话绝对是够了。哇，这个料子油光锃亮的，哇，你这样拍的我好，我有点害羞。来，你过来。那我能怎么拍吗？你看这紫色，应该看得清吧？看得清吗？这里的话有紫啊。白光灯吧。白光灯，对。稍微有点淡，感觉。有点淡是吧？反正这里的紫，肉眼可见的话还是比较辣的啊，还是比较浓郁的。那这里一条大裂，这里一条，哇，这小包的种水都不得了了，你看。嗯。这个的话种水可以啊，种也够老。行吧，那咱们就看到这儿吧。这个料子的话，怎么说呢？啊，只能说是一个4万块钱完了，然后算一个咱们做件来说的话，算个小涨啊，小涨，因为没有切到我想要的那一种效果。机壳的话，的确是肉质够啊，方砂够劲，够细，是吧？全磨磨完机，我们俩什么时候能切出来一个满绿的什么？满绿的话，那一定要玩那种有色带的那种，你知道吗？那种料子的话，又是要另一种玩法啦。先开窗，开窗里头。怪不得这种就滴滴摸摸的是吧？随便一刀切。对，咱们一刀啊，直接不用去考虑太多的是吧？来，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啊！喜欢杨老师的兔油宝宝，记得点赞、关注、加留言。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